咁呢度咧又見到繽紛嘅蹤影啦。咁總有落腳點嘅。咁你中環嗰條隧道封咗，咁佢哋都有一個地方係落腳。點鐘咧唔食得飯咧，就變咗即係冇堂食咧。六點冇堂食咧，就變咗都有啲人咧就會喺公園嗰度食飯啦。都見到有人喺度食煙。先打，跟住。
一二七八。咁啱啱咧就喺呢、這個太子元朗餐廳度買一飯，咁就見到呢間嘢$25都幾抵啊！可能揾日試下呢檔。睇下先啊，有呢、這個。全部都是$25，如果是飯類的呢就是$30，但其實呢最吸引的最吸引我呢就是這兩隻豬，那呢可能聽日試一下這個，還有呢它有一些、花茶是$10一樽的，那也有一些是$15一樽的，那聽日可能會試一下這間。